来看一下全红婵。中国选手全红婵在东京奥运会当中是历史最高分夺得了冠军，在那套动作里面，这个407就是拿到了满分，接近满分。哇，漂亮！全红婵都吸到了水底，水面上一片平静。88分，这是一个接近满分的成绩，有效分有9分和9.5。